哇，这超像 ID4 的啊！哇，好多只哦，烦呢！哇，开呀、啊，快开！开呀、啊，开，快点！来啊，卢卡斯，来啊，我还有56跟你拼！我要快！我都要 GG 了。欢迎收看我不磕拿铁频道，今天要去玩这款游戏是 PS4 的《恶灵古堡7：生化危机》特典版的克里斯篇。哦，对。今天呢，要继续追捕我们的卢卡斯，相信这一集应该就可以做个完结篇啊，如果我不卡关的话。Hello， 大家晚上好。上一集已经打到就是最后面，算已经最后面，要拿到一个钥匙。那钥匙插入以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确定。主要我先跟大家介绍克里斯，其实克里斯在非常算是恶灵古堡的经典人物啊，他在以前就有了这个角色。如果我没记错，对，他是在1998年7月24日的时候就有登场的人物角色，算是主角啦。哇，他从恶灵古堡，然后圣女密码、保护伞、偏连死这些都有，恶灵古堡5都有出来。好，我们开始吧。Hello， 晚上好。刚刚已经在主频道有 po， 就是我们的上一集，相信很多人都看完了，所以我在挑这个时间刚刚好吧，应该是刚刚好对吧 ？OK，Hello，、okay, 好，我已经看到有谁进来了。Hello， 你们都来了，不好意思啊，开的比较晚一点，因为我今天在捡那个懒人包，明天的早上啊会有懒人包，你们懂的。好，我们先开始吧。哦，上一场已经，我先试一下，因为我昨天一直按键没有很熟悉啊，移动是这个正方形键 ，OK。好，我先看一下哦，燃烧瓶我先装过去好了，因为我的手榴弹已经用完了。Hello， 晚上好。OK， 今天要来抓卢卡斯啊，要打他的小屁屁了。现在要使用这个钥匙，我相信是开他没错了。这个脸看起来是卢卡斯的变态脸，他其实是个小丑脸，你看哦，两个眼睛，然后鼻子红色变绿色，哇，这超像 ID4 的啊，星际大战是还是什么？不是星大战 ，ID4 是另外一部啊，星际终结者 ，ID4， 这到底什么鬼东西啊？等一下我会死掉吗？他在移动哎、欸。哇，这是类似钻那个洞的东西吗？因为以前有种东西挖掘的一些机器，我不知道是不是哎、欸，我也不确定这是什么。这到底什么玩意啊？好外星科技哦，好大一个哦，在做什么的啊？然后我硬币不够哎、欸，我硬币应该是有没有收集到的？应该是说前一集呢太多危险了，太慌张，太多状况，所以我硬币不够。不过快速换弹药好像也没有很厉害。还要4枚，这么多枚哦、喔！好，我来看一下这到底什么机器吼？它是潜盾机啊，没错啊，就是我刚刚讲的，它这有提示是写潜盾机。我先把这个记录挡一下好了，不然等下死掉会不会要重开一次潜盾机？对，刚开始 ，Hello。对啊，克里斯的队员全部死光光嘞、欸。身为队长，我觉得有点难过。没关系，我一定会抓卢卡斯，然后为他们报仇的。哇，好酷哦！我第一次搭这种机器耶，好大的潜盾机哦！我们要直接潜盾到卢卡斯的秘密基地了吗？又会有敌人吗？我不确定耶。哇，好暗哦！等一下，我的红外线呢？我不是有红外线那个机器吗？哇，这么暗一个哦，我怎么受得了啊？哎呀，卢卡斯讲话了。Let's just see how impressive you really are. I want to play again. 又来。克里斯其实是以枪法很准闻名的。哇哦！等一下，我没路跑了。奇怪，为什么？哦，出拳！我刚才想为什么没有出拳？其实玩完那个阿北以后，再玩这个卢卡斯角色很不习惯，就是不能够用铁拳制裁。他的僵尸，这其实算菌尸一种。哇，那敌人怎么多啊？我是应该用燃烧弹的。好，打个召唤器啦，还来，我还有刀子哎、欸。哦，他是死了。哇，谁？哇，怎么又来了啦？真不妙哎、欸！哇哇哇哇，他不怕，
完完，我要死了！哇，怎么多只啊？我是不是要逃跑啊？好，我现在有点状况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先看一下有没有出口好了。孝俊毒弹哦，都在上一只用完了，糟糕，糟糕！我在上一只都把那个子弹用完了、欸，怎么玩？怎么玩？我想一下哦。哎，为什么钥匙？钥匙还在我身上？我是不是我们没有去啊？我不确定哎，是不是没有门没去呢？啊，这边有个东西啊，我刚没发现。哦，有子弹了。好，我应该要稍微仔细看一下这边有什么东西，因为有时候很暗。哇，超多东西，刚全部没捡，难怪我刚打不赢。好 ，OK， 这样应该没问题了。以后都要稍微检查一下。刚刚坐到这机器太开心太兴奋了。好，来吧，等一下我先换正常子弹，因为等一下那一只才会出来。刚刚应该好多可以捡吧？先捡。但是我可以捡。Hello， 晚上好。这是我们的第二集啊。好，我来吧，不用怕了。臭死吧！正义铁拳。好，刚才你打过一次啊，我现在你大概知道什么状况了。哇哇，谁？哇，胖胖怪。你还是要尽量打头哦、啊。出拳了，我觉得戴这手套还蛮像奇遇的。哇哇哇！要攻击了。出拳，然后我在打这个攻击他的头的时候，他是会稍微停顿的。这边很多只哎。出拳，一拳超人，来了，真来了，是要换弹药了。啊，没打到！哇哇哇！我目前觉得他长得像也是素懒，又要换弹药了，不要浪费子弹。可惜不能用拳头打，好想用拳头就是一直 K 哦。现在觉得阿北玩起来很爽哎，我想用巧哦。怎么样？过关了吗？第二关吗？还来？在哪啦？敌人在哪？下面。哦，死哦！我刚以为要打很多枪哎。好，我现在卡点好了。又来。这个最好是就是先打一枪，让他克制他的行动以后。哦，是这个吗？哦，后面那只又来了啦。完蛋了！哇，好多只哦，烦呢！哇，超难玩的啊！哇！我换一支武器好了。哇，我要死掉了！整个被卡住哎，我天啊！还要换弹药，超麻烦的！是这颗吗？对，哇，还要省弹药，等一下，走开，哇，这僵尸围城是不是？哇，还有这还有87发子弹，好适合这时候，把你怂就送回地狱啊！哇，还会被挡住哎，没关系，我这子弹流超多了，前面都没用到。好，我现在这个子弹就是还有，别啊，卢卡斯，别这样啊，有话好说啊，所以不要那么窄，大只的来是不是？这只啊，烦呢，可以跑吗？有路，快跑，有路出来了，有路就快走，有路就有路安了哦，跟这没关系啊，送你一发，好先。快！多捡一些东西，闪弹枪子弹，快点扑逃起来，OK， 我还有那个抗他们的子弹，
再见啊！师兄这打蛮开心的，就是看到他会消失的感觉。还有吗？我还有105发，可惜这还是散，这把是散弹枪，他不能够。他出来了， okay. 你这个纯脸，可恶的家伙！ Right. 你戴帽T 以为是阿姆吗？ You won't get any sympathy from me, asshole. I know. 等一下就来抓你屁屁啊，小心啊！我就在你后面啊。手榴弹。他废话好多哦。好，来来来，都派过来，都派过来，还真的派过来哦，我开玩笑的啦。现在什么状况？我赶快跑是不是？哦、oh, ，这里，打不开，打不开，狙了。这边有一个，开得了吗？快点给我阿贝的力量！糟了，我不是卡普啊，如果是卡普就没问题，单手就把这弄开了。赶快，赶快，必须赶快找那个出口。这边有一个。开呀，快点，吃奶的力气，哦，太好了，幸好卡普将军给我那个力量 ，OK， 哇，先往哪走？哦，我就直接冲好了，哇哦，逃出深渊，逃出深渊就变逃出升天，哇，我都不知道往哪走哎。这个随时会GG的可能性。这地上什么功能帽？这边有一个，我忽然想到小老鼠在逃跑。夜视镜开了，好，现在至少没有僵尸追过来吧？哇，我乌鸦嘴，等一下僵尸又来了。我每次讲说不会有什么，就会出现什么。好，我先看看这边的路，上面有东西可以拿吗 ？I fine, Mary fine. Email. 雷德菲尔。好啦，主要保护伞其实就是想要自己犯的错，自己要弥补啊。就由我们来收拾，这什么鬼？卢卡斯，这个东西该不会用那个吧？会攻击吗？怎么感觉他会攻击我啊？啊，糟糕！不对，我又没有拿到锁匙了，这可以开吗？不行，完全没有拿到锁。每次都跑太快，很多东西都遗漏了，不好意思啊。啊，每个人玩法都不太一样啊。像我是希望可以快速过关啊。其实它这个关卡我现在是玩简单的，所以困难度不会到很高。如果今天玩普通模式可能会更难啊。刚刚那边僵尸那么多，哇，这是什么鬼地方啊？两条路，二楼，先收一楼好了。哦，这边有点暗哦，有点怕怕的。Hello， 晚上好。我们今天要把卢卡斯这个小屁孩抓住啊。这个图，这个呕吐物是不是？又在冷气耶，室外机耶，所以室内机在里面。投药后十分钟，组织钙化，就是变成黑胶怪吧？好吧，就这一间了。有人在家吗 ？Hello， 有人在家吗？嗯，为什么？里面有东西耶。但我拿到什么？突然间拿到东西，里面有那个毒液怪在制造，是不是？我真想要给他个环拉灰，让他们全部烧光光啊！这是应该是防尘衣吧？哇，好多东西可以看哦。这就是没有头没有手，是不是？还没生出来的。可是这些实验体其实都是人类变化的。WN001A 是不是密码？WN001A 这应该是实验体的名称吧？伊芙琳在这里啦，有没有？伊芙琳，他的穿着我看后来发现很像太空战士哎，就是新的这一代 PS4 出那个，我忘记几代了。哦，军师有没有？002，哦，他们有分系列的、啊，组合十二只就一打嘞，刚好是一个系列哦，可以慢慢收集这人偶。哎，说不定会有哦。那我之后我去日本看我转蛋可不可以转到这个生化危机的人偶。这边里面看起来有两只，这两只都是要用那个类似一型疫苗去打他们的，要用这个武器。嗨，我还不能打他们哦。
哎、欸，最近就这样而已吗？真的假的？监控室就这样？对，没有东西可以拿嘞。我已经努力在收集了、啊，可是看起来真的没有东西。好、啊，都没有了。像这种地方如果太近，你走太久会晕哎、欸，头会有点晕。好，有人在家吗？进来了吗？哎、欸，进来嘞、欸！嗨，我要解决，我要送你们上西天的啦！过来，过来，过来，送你上西天！拜拜，拜拜！哦，好开心哦，一枪一支就对了。哇，什么怪？等一下，我有另外一把，我送你大把的。再起来啊！你再起来啊！你这个小蝴蝶怪，单边蝴蝶怪，那个阿北打蝴蝶怪打到不要的。哦，这是米娅跟伊芙琳啊的合照。哇，这样看起来蛮正的，为什么米娅变正啊？记录没有很大的变化，他整天在玩洋娃娃。今天把两个人变成菌丝，屁啦，什么没有很大变化，把人变成菌丝嘞？健康状况，咳嗽，疲惫。好，他现在写的应该是伊芙琳啊，然后和爸爸完成之后抱怨说他累了，把一个人变成独子菌丝，应该变成胖子吧？突然老化哦，老化就变成那个看起来老奶奶那一个，体重减重毛发脱落等级啊，总之尊度好，总之老眼不明，语无伦次妄想症，老化情况公司取得医行让他控制他哦，总之呢，这就伊芙琳的健康报告啊。有点像就是实验体嘛，啊，反正就是保护伞公司他们做一些鬼东西就对了，来毁灭世界的吧。好 ，OK， 这就是当一个国家呢太强大它的生化科技的时候，有的时候反而会是一场灾难啊。好，这个两只人偶啊，我相信大家应该不没有陌生。如果你有看我玩《二零古堡七》的组织路线章节的话，有看过这个小娃娃，小娃娃应该是就是有点像伊芙琳本身自己啊，这个大娃娃应该就是像米娅的角色啊，可我不知道是谁做的，或许是伊芙琳做的。然后这边这个菌丝应该就是伊芙琳搞的啊，他一把人变成菌丝，在这边全部得到解答了。然后这边泡棉室呢非常舒服，感觉上可以在那边撞来撞去的。看错了吗？我刚看外面有东西在动哎、欸，好吧，是我眼花了吧？吓死人了！我觉得这游戏如果做的比较灵异，像鬼的话就很恐怖了。监控室，好吧，现在去二楼了。等一下，我只听到呼吸声哎，有没有？有哈哈的呼吸声哎，是什么声音啊？哟，还好这边没有阿贝啊。我觉得《二零古堡七》医生的那个剧情就是比较恐怖是。杰克那个老头会一直跑出来，然后会很吓人。他会出来你面前，然后用手抓住你的脸，锁住了。那好像有个惊叹号，我去看一下。那边有个楼梯耶，这里有个楼梯，应该是我人物角色在喘气吧。对对对对对，应该是。可是我刚刚没有跑步，他还在喘气，他累了是不是？就是哇，跑起来了，而且我吓到，有吓到加一，刚好跟我一样被吓到。我刚想说他应该不会那么变态吧，我真的吓到哎、欸，他很痛了一下，有吓到加一，我真的吓到了，我认真承认我吓到。好，这边收购卢卡斯的家，应该是不是被我声音吓到吧？我算叫很小声了。我不是像女生哦，哎，高八度音那种。卢卡在加火。我堂堂史丹佛大学毕业的微生物学家，哦、大家都吓到、哦，还蛮刺激的。他在动起来，我跟很专心在看他在干嘛这样子。好，总之这个纸上面写的是说，有一个研究员他有得到史丹佛大学的毕业的微生物硕士，然后为什么要在卢卡斯下面做事情？卢卡斯就是一直在做实体解剖啊。总之就是类似这些就是这些事件啊，他就哎呦，等下东西可以拿，就是 complain 就对了，手榴弹两颗芭蜡，今天的新鲜芭蜡，好把它关起来。我刚才僵尸真的吓到我了、欸，哇哦，我已经爬起来，以后我应该远距离先给他杀一次才对。好，我们在这边，
哦，看起来很安静的地方，就是一定会有东西冲出来。我昨天看到一个，这是干嘛？卢卡斯那边，等一下，偷打他，偷打他，等一下，等一下，靠，不能打他，不合理的。以正常玩 FPS 射击游戏的玩家们呢，你看到角色在那里，对不对？我不会让好机会说话，我就直接爆他头就对了。等我看他在干嘛，这个臭小子在干嘛？Lucas，Lucas，直接给他死了啦！哦，不能开枪，很烦呢。要活捉他，上级的命令。他一看 A 片呐、啊，哦，这看什么迷片呐、啊？真的是老半夜，来让伙伴解决掉。啊、没有电，可恶！哎、欸，给我出来哦，出来哦，手榴弹炸死你好了。啊，算了，他一看迷片呐、啊，哎呀，这个家伙，我要抓他了。好，开这里吧。正常来讲会扣扣扣吧，说我在你后面这样吧。这没有东西。哦，噔，他应该还在那里吧？太我死了吗？怎么可能？他那么笨吗？这边没有东西可以拿哦。看起来可以有拿东西的地方，却没有东西可以拿。哎，好吧，好，嗨，萨瓦迪卡，你卖照哦？想去哪里？哥哥来抓你了。打不开，我来了！哦，有武器，等下先拿东西啊。这是什么？我杀了联盟的所有研究员，他们趁我不注意该动了什么东西，所以把他丢了巨石的笼子。好啊，总之就是卢卡斯做了一些变态的事情啊，他把一些联盟人丢到巨石里面。哎、欸，我拿开锁的东西是不是？开锁都在前面哎、欸，可是好像应该回不去了吧？哇，还有人头哎，好恐怖哦！那可以走吗？我解开这个锁哦，这锁该不会通往刚刚那边吧？我先去开东西好了，刚好像有一个东西可以开。好，我先过去好了，先不要管它，反正……哎，这是哪里啊？糟糕，这是哪里啊？哦，对对对，这边有，哎，可以回来拿了。哇哦，这是好了，这是枪好了。怎样啦？这个东西一定要炸弹炸哦，这合理吗？不合理吧？好啊，送你送你送你，意识一下意识一下，我去回来拿这个芝麻开门，哎、欸，开了吧？哦，抗生素的弹，OK，拿一颗手榴弹换这个应该是算值得啦，因为等一下应该会有很多僵尸吧？这里。对，是这边没错。好，很多东西先拿。总之，卢卡斯就是做一些非法的勾当。我东西有多的东西吗？好像没有，都可以留着。我先存档一下。我们现在来抓卢卡斯的小屁屁了。Hello，Hello，晚上好。他的电脑。哦，他现在跟什么厂商在交易啊？这有个人头哦，这都看起来很变态。上次伊蛇的剧情里面有上面有东西就是可以拿的，最近看起来应该没有东西可以拿了啊。好吧，我们先用手榴弹把那些东西炸坏。哇，还有手哎！哇哇哇哇哇！来一个杠杆原理，跟杠杆原理没关系。哎，我丢，嘿，蹦，好追。那门关起来很恐怖哎！我听到后面的门关起来的声音。好，有东西可以拿。他这音乐已经改了，是一个那种追击的音效啊。像这种音效我会配在我的影片里面，如果追击的话，像这一部我都不用配音效，因为它音效很多，非常丰富啊。如果是手游的话，通常音效会比较一般。好，这好东西。我拦截你的 email 了。你想交易什么名片啊？小一很多人，他该不会卖给复仇者联盟吧？正义联盟。哦哟，这一看这范围就会很多僵尸出来，我赶快收集东西好了。来了来了，我就说，屁的，克里斯怎么能打出他、啊？这不合理的、啊。
克里斯可是超强的哎，一枪爆头，一枪爆头。我觉得他会变身，我猜他会变身，因为他应该也是有菌丝吧。他头好像那个假人头。他会变身啊？你来了吗？我就知道，这里面所有人都会变身。哎呀，融化喽！我现在只能看这个四点，不好意思哦，十八加，大家自己解脱哦。我这样，我克里斯就要靠他那么近看就对了，我就不能站在旁边看他变身吗？你得小心前进。画面黑掉哎，为什么？在打他了吗？哦，大魔王来了啊！不要爆雷哦，有看过剧情的不要爆雷哦。OK， 直播台的话都不要爆雷，就是不管你有没有看过啊，因为其他观众可能没有看过，包括我也没有玩过这个剧情，所以你知道一些内容的话，可能也是不要讲会比较好，因为这样影响到其他观众，好不好 ？OK， 好，我现在哇，好大只哦，应该用这个打吧？哦，有用。哇哦，好像蛮强的这个武器。等一下，先等他动以后再开枪好了。可以扁他是不是？不行，可以扁他吗？不能扁他。哇、哦，我这个武器好强哦，这是他那个对抗他用的东西。喂，现在什么状况？可我觉得好像打不死他哎。哇，糟糕。哇，还是会冲过来，还有我挡一下。哇，泰坦是不是？长得好奇怪哦，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他哎。他痛了。我剩一发了，我先找有没有武器啊？危险了，完了，我的空气警报。这个门。我剩一发子弹了啦，送你炸弹看有没有用？哦，有用，太好了，那我就可以开狂开枪啦！啊，你完蛋了你，我子弹超多的啦，都过来啊，嚣张小屁孩！来啊，卢卡斯来啊，我还有56跟你拼！我要快！哦，我都要GG了！哇！终于找到我了！我太注意了啦！我要怎么注意啊？因为看我这个怪物啊！完了！我子弹量不，我的空气量不够了，他再不死就要死了。应该是要打红色爱心吧？红色爱心哦，打他心脏！死了！快跑！这个什么？哦，刚好有氧气，差点就 GG 了。过关了是不是？哇，还好是玩简易模式哎。那我刚刚子弹流好多、哦、，Game Over。确定，好戏啦，拜拜，送你上西天啊，破西瓜时间。说我是长这样哦、喔，我现在还知道长这样哎。我现在这个下面的按键还出现在确定、取消跟关闭，好笑啊。How do I stop it?From your river. What's the sit rep? The facility is clear. Even the newer breeds have been neutralized. 好，应该是过关了。And I'm out of here. 我在最后一刻把它干掉了。对啊，不是要活捉吗？来不及了，直接把它杀了。Perimeter wall is up in operation. Good. 我先不要看留言齁，不然我怕
后面还有剧情吗？因为我不想要被爆雷。最后的受害者。有我的电话，该不会是阿北任务吧？因为上一集我在玩那个楼一的剧情的时候，最后出现是克里斯啊，应该就是接克里斯过去的。好，刚好全部完结篇了，完美的完结篇。好，这是他们的一些制作公司卡普通。哎，我的按键还在，确定取消关闭还在。好 ，OK， 过关了，总共花一个半小时左右啦，游玩时间差不多。我记得尼亚斯说他也玩了一个半小时，所以我时间应该跟他差不多啊。可是我不知道，难度出现专业，我完全不想打专业，好累哦。这难的地方其实我就觉得是在追逐那里是最难的，就是前面上一集的地方一直在追逐，然后很暗，那边超多丧尸的。好，过关以后应该会拿到一些东西，我先来看一下有没有拿到什么东西。上次中断的继续冒险，不过好像没有，因为他没有写到拿到什么东西。好，我先回来章节看一下。对，打完了，他这边最后就接他跑去找楼一那边的剧情了。显示其他内容，我看一下有什么内容没有玩到的。对，这个并非英雄已经破完，楼一也破完了。OK， 大致上今天就玩到这里吧。也很晚了，刚好12点，对啊。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啦。然后这一集呢是还蛮刺激的，终于把卢卡斯干掉了，感觉他很强，可是因为刚好我子弹数是够的，所以你子弹只要有够多的话，你撑到后面基本上要打赢他是很容易的。他刚才最后致命伤是他心脏那块红红的东西，所以在时间内打赢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也不用吃那个氧气瓶啊。我刚才是之后才看到氧气瓶这个东西，因为当你专心在玩游戏的时候，其实我没有看聊天室的留言，因为我的画面跟聊天室的画面是两台不同的电脑萤幕。对啊，这个其实 DLC 的章节都是比较短的，它只是在原本的组织路线结束后的片后章节，有点像是做结局啊，分支的结局，让你去玩它的结局。对，大致上是这样啊。好，那今天呢我们的游戏直播就到这边，这个下次再玩好了。进播这个很多很多那个实况组都玩过了，我下次再玩，我先把这两个玩完好不好 ？OK， 那我们今天游戏直播就到这边，没关系，我们下一场会再开。然后明年会有非常多的僵尸游戏啊，我会继续玩。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看的话，一样会在这边直播，或许有可能会，如果换其他地方直播的话，我再跟大家讲。所以各位早点休息啊，该上班有早上的有晚上的，因为不同地区来的观众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看。那我们下游戏见咯，大家晚安晚安。Merry Christmas， 晚安咯，拜拜。So